有一张哈、哦，好，赖明威一张，我到了吧？来，谢谢我们的赖议长，对，白明威。当中呢，播控到我们的极限小部落哈、哦，他每年都没有缺席哦哈，今年一样这样子来出席我们的业绩晚会哈、哦。嗯，不简单不简单。哦哦哦，来欢迎长。哦，谢谢小陈。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赖美惠，以我们在座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县关心我们文化啊、欣赏我们。西拉雅族所有活动支持所有西拉雅族的好朋友共同来参加今天我们国定民俗吉贝爪西拉雅族业绩所有的活动。那我来了一晚了一步前半段由我们段老师所指导，在我们吉贝爪国小江校长的领导之下，我们小朋友所表演的木偶剧哈、我没有欣赏到，非常的可惜。那刚刚我们也有欣赏到非常精彩的表演，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样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我们全力来支持我们西拉雅族所有的这个活动，能够在大家的关心之下，能够发扬光大，永远的传承下去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也祝福我们业绩所有的活动圆满成功，祝福大家，感恩，谢谢，谢谢，感谢议长在本房里面呢，来到我们的业绩晚会来替我们来做鼓励哈。来，接下来我们的业绩晚会又有一个重量级的演出歌手来到我们现场，有谁知道呢？谁？哦，谁？谁？声音太小声，他可能没有办法上台哦。谁？阿豹是谁？阿豹。来，我们用掌声加尖叫，欢迎我们的阿豹。